你刚刚为什么要发出那样的声音？你娇羞个啥子劲啊你？我的心啊，我好恶心！因为我怕我你再喊心，我真的会吐。心啊，因为我怕我应付不了。心，快来，快来吧！我非常好的今天的伙伴，心是吧？是的，嗯。所以今天拍照愉快吗？你说。就是你说实话，所以你今天拍照愉快吗？身心俱疲，身心俱疲。你的原因是，所以旺旺有做什么就是过分的事情吗？他就会就抱着你，没有没有，老师、就是、老师说、就是、老师说抱，我说断终于到这个环节了，然后就看过于的。然后我今天这个胳膊差点又脱臼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公主抱我。他之前脱臼也是抱你？不是了，跟我没关系了。我吓我一跳。所以旺旺今天有趁机吃你豆腐吗？有，没发现对吧？所以旺旺吃了？没有啦，最大的动作到了呢？有跟一般情侣拍婚纱照一样有那种就亲嘴吗？当然了，哇，开玩笑，很期待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没有没有。我是因为我跟老师说对不起，老师，我跟欣真是很好的同事，嗯哼，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动作，就是。对，我们是一个同事。然后老师说那好吧，那就鼻头碰鼻头。所以鼻头碰鼻头了吗？是太阳穴。难怪你这里粉底有点白，其他地方都很黑。太阳穴碰太阳穴吧。还碰太阳穴？哦，有了，这是什么新玩法？年前爱碰太阳穴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不用。没有啊，就是这样头靠头嘛。那拍结婚照你不没办法亲密，就感觉是假，你们俩本来就假的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最绝的是，就是我们拍完之后，老陆来了。啊，对，你的前任来了，前不是是前夫来了。前夫哥，因为我们还去了格勒利亚，就是、那个、是就是要一体式婚礼，是是是，他参加了我跟欣的婚礼，他就坐在第一排，是，就这样鼓掌。我感觉他心里有点难受。所以你今天下午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哎，好精彩的下午，很精彩。哎，我们有个粗剪版本，你想看？我不想看，我想看。但是那个是选婚纱的，对对，给我看一下。啊、算了算了，我觉得到时候播的时候你给我看一下，我觉得播的时候给你点惊喜，没事。你给我看一下，我想看一下粗剪版本。粗剪的是视频哦，就看到底他们修多过分。那个人叫，你看，没有到修多过分了，这个是感受一下，但先不给大家看了吧。就这个是我们去试礼服。好高级，对，就从进是很高级。我们九号会有一个小你们俩真的还穿情侣装？没有，那个我们是没有说好的，但是我们穿的很像，就是巧了。你为什么穿个浴袍？这叫晨袍了，你真的是没有经验。我已经是个成熟的新娘了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已经结过三次婚了，当然什么都知道了。短短半年之内啊，是美的吧？你真的笑得非常的开心，而且真实。对，后面还有一个，你从来没有这么发自内心笑过。我每天都在，现在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，哎，这个看上去还不错。嗯，心有事说，这段不要看了，男主这段没什么好看的啊。然后最后有一个非常棒的奔跑，就逃婚吧。没有，他说赶不上了，赶不上了。就拉着我的手奔跑了，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我吃什么都不会吃他的醋，好不好、啊？大家有在说这个吗？他们说我吃醋了，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是？我现在心情是没有什么心情啊，很平静啊，就没有为我开心吗？因为我跟欣一拍结婚照，我这是假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如果你跟他真的结婚，我可能会。什么送上？你可能会替欣怡惋惜。欣怡辛苦你了，真的，终于把我们这个辛苦了辛苦了闺女搞走了。天哪，一定会给大红包的吧？看你跟谁吧。啊？为什么？嗯，我跟任何人都要，我怕你是骗红包的呢。这一年结一次，要再结一次啊！这样真的是。来，所有女生，我们下一个了，我们就开玩笑，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要试用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就是让大家去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感受，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去试用完了之后，我们看上不上产品。嗯，对，所以有的时候，旺旺为了你们真的结了三次婚，以后跟别人就是那种你知道，就是相亲的时候，别人说你谈过几次男朋友，他说我没有谈过男朋友，但是我结过三次婚，人家就会觉得有一尺度有点大了，尺度有点大。
好了好了，来吧，我们下一个我们的 Amazing。